都说可爱，我却一手托。我是 Michael， 咁其实一方面我是在银行入边工作啦，咁亦都系卡拉乐队嘅鼓手。开始由你一间大唱片公司 support 你，到你去自己乜都冇嘅时候，你要开始揾工，你要面对家人，俾好多压力佢自己，系泪流满面嘅。我哋會去電台度自己親自去排歌啦，過去亦都自知去搞咗兩個嘅我哋自己嘅演唱會啦，喺成個演唱會嘅製作啦，包括海報啊、宣傳啊，甚至乎演唱會嘅温單直落啊，你要用幾多電啊，咁我哋都會係全力係一手參與。咁我就係唔想一個後悔白過嘅人咯，所以會繼續去 keep 住我自己認為啱嘅去做咯。十年內最希望能夠有個更大型的演唱會啦，在香港的紅館度。將來如果我哋見到一班小朋友受住我哋的影響，喜歡音樂，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。